Everybody get up, 요리 알타. 如何保护自己又能够玩得开快乐。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只是在别人的期待里面生活的，你也可以拥有对自己生命的爱。为你每颗心动都为你，祝我的所有一切赞美你，我只想单单为你。我们同行如同一人站立，献上荣耀为你所做一切。 Everybody get up， 若你爱他。 Everybody get up， 起来赞美他。 Everybody get up， 自由的人就先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就是其实我们是真的就是在上帝的计划部里面，就是我们要爱上上帝的剧本演。祝我的所有一切赞美你，我只想单单为你。我们同行如同一人站立，很多的东西都是在一时的冲动所带出来的，是长久的一个后悔。让我们活在的是永远做一个正确的决定。每到困难祷告就会得到一些安慰这样，然后加上我们的辅导他们都会帮我们，所以就感觉很有力量。虽然很多人照顾我觉得很开心。 Awesome Wonderful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你只能问出题目的那一个人，就是照我的上帝。他们都是你所爱你所拣选，你为他们的生命预备了一个荣耀的计划。在这里可以学到许多的才艺跟品格，最重要是有团队的气氛。我们也很感谢整个大会的同工为我们有这么好的预备。感谢就是所有 family 的组员。我要鼓励你们，就是你们很多人是第一次来认识耶稣的，所以我说这是你们跟耶稣故事的开始，而不是你们结束，所以祝福你们。各位亲爱的学员，非常开心这几天我们都一起在这个地方度过了难忘的四天三夜，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的里面会成为你很大的祝福。那我在这边也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学员，当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成为一个天国大亨以后，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个天国大亨的心了，而接下来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，我们要开始活出天国大亨的生命。最后请你不要忘记，在这个地方永远有许许多多爱你的大哥哥大姐姐，还有爱你的使命。